娘亲，滚滚回来了。滚滚有爹爹吗？成哥，你是娘亲一个人生下来的。成哥，你不恨我？我只恨你不辞而别，我找你找的太辛苦了。姓秦，姓李，单字一个主，排行十四。你可以叫我阿主。阿主，十四了。以后我就不叫李十四了，我叫李成哥。你在犹豫什么？我的剑法如何？百发百中。我要你臣服于我，视我为主，供我驱使。你要我做你的奴隶？你说我们会成为朋友吗？我们现在不是朋友吗？你有没有想过去草原？草原？你认识我？我越关心他，他就会越痛苦。你叫一个中原人来给你效力？把药吃了。不如早点杀了。我劝你还是设法给我活下去，怕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杀了。如果你做了什么对大唐不利的事，我不会原谅你。受苦了。我何其幸还能遇到想珍惜的人。有家人的地方是家，心安定的地方也一样是家。奴隶将军在这里，救出奴隶这是不可能的事。那我也得拼死一搏。会与他在一起，我会想办法接你走。若是我赢了，就将他身旁这个女奴赏给我。阿雪，对不起，走吧，别趟这滩浑水。我的人，今天我要带走。慢点！阿慈，若不是你一意孤行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不能让他们走，我需要给我拿下。我去，是，带着走。等我饮上粮食，你就带着阿雪赶紧去疗伤。我不能再失去他。假死，若不是你一孤行，我阿南怎么会死？给我滚回中原去！滚啊！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自己都不想求生，神仙也难救啊！他不熟悉草原，他活不下去的。长哥好不容易把你的命保住，你得有命活着等他回来。阿三，我走以后不会再来了。长哥，求求三哥。阿三，我不求你的原谅。你有身孕了，我要为他的孩子。我去了那个收留流民的流云观，我还亲自进去找。陈哥，陈哥，陈哥，阿瑟，如果再有，你会不出来。是我弄错了，终究是回不去了。陈哥，我找你找的太辛苦了。阿叔，就是我爹爹。一切都结束，我来接你回去。小军师，给个机会吧。以后换我来保护你。我们去田园隐居好吗？你去哪里，我便去哪里。娘亲我不在，我回去闷着。娘娘，我回来了。